嗨，我是姐夫，大家好。姐夫是他厨房工具箱要开张咯，姐夫要开辟一个新的单元，姐夫是他厨房工具箱，在这里姐夫不做菜，姐夫要示范和分享在厨房时常会用得到的事前准备工作和基本功，像是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些。希望对你们会有帮助，也希望大家喜欢姐夫新的单元姐夫食堂厨房工具箱，不定时发片更新，请多多支持姐夫的频道哦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们想要知道任何厨房会用得到的技能，或者是想要姐夫示范什么样的菜，请在下面留言给姐夫，姐夫会尽量安排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